那就五把，对，不带闪现，这种不带闪，你们看我玩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定位打完打个勾吧，你妈打完十把定位，你是疯，你们是疯了，兄弟，妈打完十把定位，你知道拍什么吗，哥们？妈打完十把定位，你妈神经病，兄弟，你们真的是。 五把，他这种号牌的也高，五把。他现在其实就当他是个钻一的号来了，五把基本上就上大师了。定位上哦，现在是五把定位上哦，不是十把，对对对，五把。好，这把有点快。 nice， 漂亮，一定上大师！你把加二，现在有加20分的号码，钻一，一定上的。现在没晋级赛了，知道吗？这大师跟我们换野区了吗？不跟他打，打不过。 搞这么团队，你们他妈的是神经病啊！这么搞的吗？你们惹怒我了，我只能说你们这中上野三个屌毛惹怒我了。哇，离谱，离谱，真的离谱，这都要行，好啊。 我没想到他们杀星这么重，所以说我没有开疾跑。杀星太重了，有点太重了。好啊，真的好啊。杀星搞这么重，这么玩是吧？先刷六，漂亮。 刷六级再说，沙拉斯就反了我一组蓝 buff 呀，那换血啊。 这么稳吗？哎，算了，这中单感觉不是很会，真感觉他不会。走吧，帮不了，先刷。他打的有点过于太猥琐了，因为对面没闪的情况之下，又没有带相位，其实很好杀的。但他就是那种一滴血不换啊，就苟在兵线后面补刀，那我们也很难去帮他抓的。 一定要搞得这么猛吗，哥？蛤蟆看还在不在？32刀，可能会在啊，不在回家。他下一区可能还有野怪，但是我们去不了了，回家买装备。红 buff 加回去。 三杠零杠幺，
辅助好像很可爱的样子。这种很可爱的应该去我对面，我就这把就能很爽的单杀他了。好稳呢、啊、都这么稳健、啊、都搞这么稳健干啥？能不能射他一下？能不能射他一手？嗯？我妈这波开大呀！他不开大，我大三，我看成龙王的大招了。我说瑞兹开了个大，他砸个大招，很像，他这两个皮肤很像，但他没开。算了，先拿先锋吧。龙王是真不会玩的，真不会，我没说错吧？真不会。哒滴哒滴哒滴哒。塞拉斯去哪了？我想跟他再也去碰一碰啊！嗯，很奇怪，我找不到他的位置，现在很奇怪。他的明他三郎又被他之前清掉了。秦女说了，就是个就是个小仙女啊，好可爱的小仙女啊，我操。有点麻烦这一把。有点麻烦啊兄弟们。我这波是赌上职业生涯的一波蹲人。赌上职业生涯的一波。叔叔啊叔叔。看不到我吧。哎呦，这个瑞兹，行，这个瑞兹有点问题了，这人有点问题。我前面就感觉这个瑞兹是真有点问题。对面还没看到我，这小子就已经往下走了。这小子有点问题，这瑞兹。日理吗？日理吗？有点东西啊！你小子，给我整这么一手！我将划过他们的头顶。哇！被人刷完了呀！看他交不交 W。妈的！
没事，咱们冷静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这把不能急，不能急，能翻的，能翻的，不要乱。我就现在有一点点小乱，冷静一下。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小龙直接给，小龙直接给，要不了。他睿智是不是去上了？哦，再帮忙拿小龙。漂亮，这个世界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漂亮，要烧掉吧。给我拿了人头就很 nice 了呀。先锋19秒，走吧。他上来是发育也还不错，我这把肯定要先买个小影魔刀啊，不然我有点吃不，我可能是拉斯我都打不过。现在一v一，我这把怎么我就搞恶心一点，好吧，钱刚刚好，没办法，直接掏大影魔刀了。你们中野双 AP， 加个拉克斯3AP。我不给你们机会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怕被塞拉斯给单杀了，这我还是比较怕的。发生了什么？外面什么东西掉了呀？怎么轰的一声啊？你们听到了不？听到了呗。哎呦，这有点难受，我已经把短时间能打的最高伤害打出来了，确实留不住他，确实留不住他，我这速度太扎实了，就是不给对面单杀我的机会。顶住兄弟们，你们要坚持住。
回伤提啊，这个大招打不动他呀！我们现在伤害不高，这个装备伤害不算高。 红皮螳螂，小龙那又得放了，小可爱又倒了。 有没有人过来让我单杀一波呀？我现在野区单挑，除了奎桑提，我无敌啊！瑞兹没去小，那瑞兹应该回家买装备了，来上路跟龙王打架了这一波。 找机会吧，我们要自己找机会了。嗯？我操！玩你妈！我操！哈哈哈！哎呦喂，我李奶奶的！ 这去吗？没事，我们这把稳健一点吧。总能找到机会的，他们总会给我机会，没关系。我不信你们这把不犯失误，兄弟。这把没那么好蹲啊。 对面意识都还相当的可以，抓到你了吧？我要去找鼠鼠。 鼠鼠，漂亮。鼠鼠被谁终结了吗？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我们有说法，有说法。老鼠回了。 啊！他八秒钟回没回？他应该没回的，他应该没回的，来不及，不可能回，他应该是换位置了。我手里有排眼刀的，刚刚一路上没有眼，这哥们应该是这个取消回城了，销回城了，骗了我一手。 骗了我一手，这哥们很聪明，因为他知道他回城那个有一个残余的一个视野在。我这个反应能力不错，慢慢来。我现在必须要偷到人。 快走！我死了，队友打不了的，队友打不了，我一死队友打不了。两个盾，三个盾。
有点难呢、啊。准备收割。要小龙必须要接了，我的翅膀焦躁不安，拖了92块。去大龙做事业啊，刚刚对面是真有可能秒大龙的，打大龙打大龙，我觉得我做吧，我还是需要买木刃。打了吗？nice， 漂亮。nice nice， 奥利给！哇，漂亮漂亮漂亮！这波起飞起飞，翻了翻了，兄弟们翻了！打得好啊，家人们！漂亮！我刚那个是中路，是不是单杀呀，兄弟？哎，我刚忘了，我刚注意力没放在上面，我中路那波就这里是不是单杀？就大龙，我刚单杀那个是好像是单杀吧？是单杀的吧？321，不是哦，龙哦，对对对，龙王，说的对，对对对，龙王大招是的，龙王大招减速了一下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是的，兄弟们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龙王大招一说我就想到了，但我想，因为刚刚想是，哎，中路刚刚队友不在，对，龙王强化大招减了个数，那这把等于说搞累死累活打到现在拿了五个人头呗。我要去野区偷偷坤了，等下没有延迟，我打娱打这个娱乐区我没有看延迟，兄弟们，所以说能秒回你。跟你们多互动一下啊，我就不开延迟了。带上线去了。这把对面没有给我单杀的机会，都打得比较稳健，没有单杀的机会啊！我分奴，我拆家，
OK， 走。我打不过奎桑提啊，兄弟，我要能干过他就好了。这个单杀太诱人了，但偏偏是他。赶紧跑！他妈的，赶紧跑！准备小龙。赶紧跑！升了16级，打小龙吧。我要进化一技能，我要靠自己。不是，这为什么会有助攻啊？哎，这为啥有助攻呢？啊，为啥有人 TP 上路啊？中路没线了，但你也不要 TP 上路啊。好难受啊！好，谢谢敌的一个血瓶啊，加一个人头。打完我加一个上去，加到总人头里去。琴女蹭助攻太厉害了，这把血亏血亏，螳螂不玩了，这把不玩，这把打累死累活，搞了八个人头，打了还打了30多分钟，拿了8个人头，感觉跟白干了一样。